action。从前呢，有个爸爸，他想要买一些药，给让他的小孩子说起话来。然后呢，那个爸爸就到药店那边问那个工作人员说，可不可以给我的小孩子拿出来一个药，让他说话。然后呢，那个工作人员先问他，你的孩子几岁了？他爸爸说，我的孩子已经一个星期了，还不会说话。所以呢，那个工作人员说，可是呢，一个星期呢，应该是正常的呀，不会说话呀。所以呢，你应该不用买这个药，让他长大一些再买。那个爸非要买那个药，那个先生只好掏出药来说，这个药的名字叫 isopropylbutyraxylphenylgmethylgMantilaminophyrazolant。 那个爸爸没听见，就说什么？再讲一遍。他又再说一遍 isopropylbutyraxylphenylgmethylgmantilaminophyrazolant。然后呢，那个爸爸又说没听见啊。这次呢，那个先生再说一遍了，这次呢说的已经快要烦了，所以呢就说一头陪着破费没了做了些被你的鸡没鸡鸡嘛出来我陪他走。然后呢，那个爸爸就说，啊，好吧，真是这个药，可是呢我没太听懂。